首先展示一下我们的新设计产品，宠物便携带，是我公司2023年申请的专利产品。设计理念用环保再利用的纸代替塑料袋，颜色图案支持定制，简单操作，零触感，适用多种场所，四步操作方便快捷。出行携带方式第一种，预留的折叠线对折，上下折叠后小小好携带，可以放入口袋或者挎包中。发现目标，拿出便携宠物纸袋。第一步，扣出自带的铲子，沿着侧边找到铲子，铲子中间对折，撑开袋子，短边的朝向，使用铲子把目标滑到袋内，把盖子向内折叠，用压口压住袋口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整个步骤。密封性好，晃不开，丢入回收桶，环境不污染，宠物便携带进阶版本。拿出盒子里的扣锁，将扣锁扣在开孔处，然后把扣锁挂到预留在狗绳的挂锁中，这样在没有回收桶的时候可以不占用手。不需要了后，抓住袋子的一角扯掉，扔入回收桶。谢谢观看。